2月17日，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乐队魔力红主唱亚当莱文与维密超模贝哈蒂普林斯路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亚当的公关也向媒体证实次女已出世，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包括宝宝出生日期、时间和体重。网友们在微博得知此事后也是纷纷祝福，恭喜骚当和小南瓜，以后又是个炫女儿狂魔。据悉，骚当和小南瓜2012年开始交往，2014年结婚，2016年大女儿出世，长得超可爱。